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历二月七日》，恭喜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静。那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加25个本土病例集中伫高雄甲桃园，国内头一摆出现为着奥密克戎病毒的中重症本土患者。合欢山透大风，15个人骑独摆吊伫山顶，小琉球附近有一只船熊熊驶袂行，16个人吊伫海中央。嘉义新港洪天宫郭文签抽到中下签，庙方表示妈祖是要提醒大家爱团结。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今仔日国内新增加25个本土病例，有12个伫高雄，其中9个是高雄港相关，3个是6、8年幼稚园相关，而且高雄即阵阁爆出防疫旅馆群聚案件。这间防疫旅馆也是正经找无感染源的新北一口罩3个人去案当中老爸住的旅馆，似乎初步研判这个老爸可能是伫旅馆内底患着病。共一楼总共有4个人确诊，即马规栋大楼消毒。另外1月19以后，大规民众拢爱做体检，当日住的旅客全部爱送集中检疫所。工作人员穿防护衫来到高雄一间防疫旅馆内底来消毒。这间大楼内底一间防疫旅馆3楼房间陆续出现4个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其中一个就是新北国中生一家3人确诊病例内底的老爸。医务官本也无多确定感染源，却是伫个初三发现，伊住防疫旅馆的3楼，包含伊的隔壁房对面的房间，甲接替住的客旅客拢检出阳性反应。医务对4个人住入去的时间来看，研判这个感染期可能在1月20前后，也无排除可能的传染源是案例1833，可能在防疫计程车，或者是他搭乘的计程车，或者是他的所住的这个防疫旅馆，发现说在同楼层的不同的房间，有确诊个案。政府甲规栋楼拢清空，也甲大入客旅客甲饭店员工拢叫倒来采检，初步检验是阴性，也决定甲1月19进行大入客旅客调倒来采检。针对3楼全体的住民进行采检，就是旅客进行采检，那以及召回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如果环境污染或者是旅馆里面有群聚风险的话，基本上工作人员是首当其冲。这栋大楼有2间防疫旅馆，因为负责人是同一个人，有房间调拨使用的状况，对着旅馆的电梯甲扶手，才20个公共区域来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不过，未用排除是经由气交，也是环境来传染。会继续来追查，旅客也先送集中检疫所。另外，高雄今日新增加12个本土的病例，9个是甲高雄港接触史相关，3个是宜兰大区中央饭店接触所传出去的幼儿园互相相会感染，即阵拢无社区传播的风险。也毋过，防疫旅馆互相相会也互市府真紧张，下晡开始来启动全市防疫旅馆的大检查。记者综合报道。那桃园的日益物流，今仔日是增加1个员工，甲7个员工的家属确诊，全案即马拢总23个。桃园市也扩大考虑范围，将近1000名员工要做5天的预防性居家隔离。另外，有一位确诊者要去龙潭市场摆摊，市府伫附近设体检站，市场嘛要休息3天。桃园疫情继续升高，测试公布增加本土确诊9例，除了一例是阿福电脑估计期间阴转阳，其他8例拢是来自日月物流，包含1名员工甲7名员工亲人确诊。日月物流群聚案已经有13例，因为员工人数真多，已经扩大考虑，将近7名员工进行5天无风险的居家隔离。针对日月物流有扩大居家隔离，总共是267人。必须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另外有将近1000名员工，那么进行预防性的5天的这个在家隔离。那我们会经过多次采检来判断是否这个社区是安全的。通车公布15个确诊行踪，包含大溪区3间全家门市、中坜果菜市场、中坜火车头、加济桃园客运、可口可乐世界，其中有一个确诊者有去龙潭市场摆摊，市府下令市场休息3天，各地附近设采检站。我们希望这个去过龙潭市场的这个采买的民众以及摊商，
都要站出来裁剪。过年原本人真多，大客估计受附近一日物流影响，测试人明显少真多。店头表示生意受影响，过真侪店头归去，无要做生意。二十年来，从有大溪老街开始，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少的人，根本都跟这没什么关系啊！大家一听到大溪，大溪，大家就不敢来。哎，啊，对这边商家真的是影响很大，大家都没饭吃了。都讲疫情管控，同时过年期间要来做疫苗，测试切割的桃园孤单，中央人民服务处设大型做上站，随搞随做，后面将做 BNT 加高端疫苗，一天做将近3500人。同时也表示，测试做上站一个加开一天，各地民众赶紧来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上北今仔日拢阁加一堆无阿加确诊。台北个案是为松山区幼稚园群组案拖出来的，新北个案是桃园物流公司群组的接触者。另外，台北阁开放66000人 BNT， 今仔日第一天大约有16000人预约。那新北除了中和环球注射站，即马阁加开一站，伫新庄的活动中心。台北市松山区幼稚园互相相偎，各扩大一对伫厝隔离的母仔囝，测试确定去喂着。台北市卫生局指出，爱1909是妈妈，先出现脑疼甲发烧的症状，母仔囝斗阵采检出现阳性反应，不过后生案例1909亦无症状。Ct 值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不是谁传染给谁？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确切的传播期，你还是等相关调查，那我们也会跟专家讨论以后再来做一个厘清。新北市测试出现一对母仔囝确诊，是桃园物流公司确诊者接触者。因过年阿妈到桃园斗阵围炉食饭，二月初二做着包列来伫厝隔离，皮下采检的结果是阳性。新北市府已经甲相关的接触者22人，也佮伫厝隔离的两个人安排采检。那因为呢，他们从年夜饭以后啊，初一初二都几乎没有出门，所以呢，在新北呢并没有相关的足迹。这时也是台北市今年注射计划头一天，早起就未少有药民众陆续来注射。台北市长郭文铁亲身来视察，同时也呼吁 BNT 甲莫德纳相关好，因为台北市府国再提供66000剂 BNT 疫苗，九点开放预约，也毋过敢若无遐济人抢要预约。这个半小时哦，30分钟，4863，这个不够踊跃。以前都有规定了，大人不准，那个老太老的不行，65岁以上，但是。总是 有改善的空间的。根据李小华12岁以下特殊隔离，必须有照顾者陪同。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即阵有3位家长因此为着，对于疫情一直伫拖，新北市的灯会如期在测试点灯。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一切是以防疫为优先。我们取消了美食饮食区，那也用很多的录影监视系统来监控人潮的数量。台中运输交通工具嘛要小心来防疫，校友其实坐公车的清洁消毒作业，要求车辆的加强来清洁，比较3级警戒的规格来办理。为了鼓励民众注射疫苗，新北市的机动注射站除了中和环球，搁再增加一个点，在新增数位活动中心。记者孙华报道。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基因定序结果，国内 Omicron 的本土个案已经有222例，而且头一摆出现中重症的本土患者，是一位带慢性病70多岁妇人。另外，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若是会当控制掉，无排除豆豆啊来缩短隔离检疫的时间。国内一名在1月25日确诊的个案，1854例在基因定序了后，确定是为着 Omicron 的病毒株，即阵有肺炎的状况，是国内头一个本土确诊 Omicron 的中重症患者。这70多岁患者，伊原本就多层的慢性病，无做过疫苗。申请我们这个瑞德西韦这些相关的药物治疗之后，病况有改善哦。那从这个整个病程当中都不需要住到加护病房去，那在一般的这个隔离负压隔离病房里面继续住院当中，需要再持续追踪这个病毒量变化，到它可以符合解隔离的条件之后，那再看是不是可以转出我们的这个负压隔离病房。所以这是我们算首例有这个中重度以上症状的这个个案。另外，国内在正月初四阁新增加25例本土确诊个案，桃园物流相关新增加10例，甲台北市幼儿园相关的新增加2例，宜兰饭店团布连增加3例，高雄港阁再增加9例，万雄桃园自贸港区隔离者采检阁验出1例。指挥中心分析，即阵疫情在可控制范围内，对着公卫学者有测，2月11日后疫情会慢慢来收敛。指挥中心表示，过年了后也需要阁再来观察。是有看到近来有一些是吃年夜饭。
之间的一个亲属亲密 家人之间的染疫，过年这段时间的移动目前还没有看到个案，不过因为时间还很短，虽然这病毒它的一个传播力很强，那不过要显现出这个迹象大概两三天才看不出来的。指挥中心认为，山内要元宵节也是爱观察的重点。另外，对着各国拢已经慢慢来缩短隔离检疫时间，是不是完全来解除禁令？但是，中表示，那国内疫情平稳，缩短检疫时间是一定爱做的。不过，未一摆完全来开放，会以渐进的方式，让疫情在可控制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五美乡伫初时即天已经发生9次的小型地震，气象局表示无排除是短暂的影响，会继续观察，未来也可能有大地震。根据地震测报中心的资料显示，初时透早10:44到下晡3:42，新竹县五美乡地震9次，地震的规模是2.4到3.7。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嘛伫面册刊文标出地震的损失。今仔日是初四，高雄局表示，国道上北的交通量大约是平常时的1.6倍。国道五号恐惊会塞到半暝。明仔在初五，公路总局预告，苏花界、苏花公路上北的车会有20000台，透早9点就会一车停。提出高雄局 APP 1968，交通部长王国才实行年假期间为高雄上班，用 APP 估算旅行时间，透早6点外出发，10点外到台北，时间是正准。昨天一大早6点，从高雄就回到台北哈。那我有在整个这个我们的1968的 APP 哈里面，我也特别测试它的旅行时间的预测，也蛮准的。他表示，高雄局近年来累积的大数据，让旅行时间估算愈来愈精准，用路人应加加利用。初四年假第七天，上班车流较侪，中昼过后，塞车路段拢出现了。中部地区各区报道分林路段、南投、屏东到竹山拢塞车。国道五号上班夜车侪，主线雪山崩坑，塞4.5公里，按算会塞到初五透早。预估会持续拥塞到深夜，那预大概会是。有可能会到隔日的2点到3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在苏花路人部分，在早起10点到下晡1点，两摆启动上坡车流分流措施。车侪路段有金门崩坑、大清水甲中德路段，有塞到7公里。公路总局预估到初五，苏花路人上坡车流会达到1天21000台，比初四搁较侪。早起9点开始，车流就会出现。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山顶甲海边啊，拢有真侪民众去佚佗，不过就要注意安全。昨昏合欢山溪南关路段风尽头，有10几个民众骑倒摆吊伫山顶。另外，小琉球附近海域有一只船向向驶袂行，包括船员拢总16个人伫海中央等待救援。加在这两件意外，落尾有警方甲海巡人员到三工，拢平安无代志。风真大，雨阁真大，一台大型机车三个人完全救袂掉，骑车人根本无得骑。代志是发生在二月初三暗头啊，有10几个民众骑车对泰鲁阁往合欢山的方向，经过第14号线34.2公里去南关路段，因为风雨伤大，无得阁再骑，加在拄到特困的警察，到三工来塞车，才发到落山。傍晚时候，柯南怪很容易强风开始形成，容易造成危险。请各位机车骑士，注意时间的安排，以示安全。新疆东北风在西南海域和救援工作也出现问题。海巡署第七巡防区初三下晡接到报案，一只本国籍游艇在小琉球海珠口西南0.5海里的海域失去动力，在海面上漂流。船顶包含船员在内，有16个人。海巡署接到报案之后，赶紧派出2架蓝艇去救人。由海涌伤大，船风达到8级，游艇海来海去，船伴游客过程是真惊险，女性游客惊到叽叽叫。当时海象不佳，爱船无动力状态下摇晃剧烈，第七巡防区考量成员安全，只是先以吨位小只 CP 摇动26艇，马上将爱船14名成员接驳返回大埔港，令 PP 摇动中3两艇在现场介入爱船，等待有船前来拖带。海巡人员先把14名乘客接回来大福港，另外接蓝艇，再协助其他船只，把游艇安全拖回来小琉球白沙渔港，另外2名船员也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日初时中部以北的天气同款是寒个淡，所以有真侪民众走去洗温泉。伫台中，有业者透早开门无四点钟，就两百位民众来报道。气象局预告，明仔日透早中部以北恐惊会落到剩十二度，提醒观众朋友就要穿好少。初时透早，台中大坑温泉区都拢是人，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早起中部气温就十八度左右，真侪人拢来遮浸温泉。而且它的温泉是清大泉，就是对皮肤很好。对，天气上也有影响。有影响，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寒冷，湿冷，就想来泡一下。对对对。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啊，对，都带小孩子来泡温泉这样子，对啊。比较冷，就对。哎，比较冷，比较冷。温泉业者表示，今年过年天气不好，民众来浸温泉消费情形比以前更加多，有个一天营有四百人次。而且目前露天温泉虽然政府无规定强制挂嘴安，不过大家离开拢会个挂嘴安，普遍拢有防疫观念。今年的过年哈，应该是疫情的关系啦，大家不敢外出，都选择来这里泡温泉，我们这里的。一大早，从早上六点到十点，就有将近要两百人进来。气象局指出，初时这个冷空气愈暗会愈寒。拜六透早，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十二度气温，针对苗栗到金门发布气温特报，温度机会到十度，请民众爱穿好少。目前气象局也有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苗栗以及金门发布了低温的特报。要留意会有局部十度以下的一个低温发生。因为水气慢慢减少，拜六开始，即阵桃园以北有南山的雨势，其他各地拢是一份较好天的天气，冷空气在拜六日时才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新港奉天宫是台湾妈祖信仰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当年正月初四拢会举办接神拜拜、抽国运签的活动。今年抽到中下签，看起来无算好，不过奉天宫表示，妈祖是要提醒大家爱团结，嘛爱脚踏实地为生活甲疫情等候来做准备。接过神拜甲神签，嘉义县新港奉天宫初四早时暗地接神抽公签。今年抽到的是妈祖六十甲子的第十首签，算是中下签。这个签是中下签啦，所以这就是讲，大家咱的百姓，或咱的人民，一定要有这个防疫吼，这个疫情吼，大家注意这个疫情啦吼。啊，会当安尼，渐渐愈来就愈好安尼啦吼。正月初四除了接神，全台各大公庙嘛拢会抽国运签。完成接神仪式甲抽国运签了后，该签的老师嘛讲。国文签解封上好的方式，就是配合国家政策。看起来就是感觉不太好，可是就是觉得大家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做好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啊，这个签就是哈，大家人咱台湾这民众绝对拢爱配合哈啊，该挂口罩就挂口罩，啊该减少群聚就减少群聚哈啊，配合政府的政策，安尼就好啊。除了国运签，新港奉天宫嘛针对人口早当暗当上业工业陆续来求公签，嘛甲公签搭伫庙口，提供属龙工商各行业来参考。记者林慧婷加记报道。电视剧《地金》是以新竹北部的地米大王邝阿新做主角，讲一九五零年代台湾第三业的历史。《地金》放送了后，真受欢迎，嘛带动新竹的观光。即阵唔呐，戏剧内底场景成游客。北部老家嘛愈来愈闹热，附近的老地厂生意嘛好加济。江阿新在做茶之前，跟同时有经营林业。这栋生意楼就是台金电视剧主要的场，在咱台湾详细了解主角江阿新的故事，民众因为看过影集，对这特别有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就只知道金广福，然后一直都不太了解是江阿新的历史，然后后来看到茶经，好像原来这边的历史还蛮有趣的。边啊，阁有北部真有名的古迹金广福，也是当时真重要的办公行政中心。来到北部老家，会使看到观光客客家满满是。头先讲地金为当地，确实引进不少的生意。现在人潮慢慢回笼了，但是当然都有帮助啊。故事内底重要的主角之一碰红茶，即阵嘛目睭真侪人想要来遮了解做茶的过程，包碰茶名声，凭过去更加响亮。
有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中华美人茶，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很荣幸。透过这部剧，可以让现代的这个年轻的伙伴，还有一些家庭的朋友，不管是要你是想要学习茶知识，或者是因为这部剧而来到这个认识这个地方而过来这个地方的人变得非常的多。来到老茶场，唔闹好茶通饮，人客阁会使伫现场亲身体验做茶的过程，实在真趣味。让来的客人也有事情做，所以那我觉得我们就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也就是不断的去让客人知道说，东方美人茶来自于新竹县峨眉乡，那我们就负责招揽客人，让客人可以喝一杯东方美人茶。那假日我们很多观光客都慕名而来，尤其是在浪漫的台山县，那峨眉北埔地区非常多的旅游景点，那搭配了这一部连续剧，那也间接那注意我们地方的这些不管是农特产业、茶产业，还有一些观光的这些景点，那都受益匪浅。经过老茶场第四代头家绍介，民众对泡红茶有更加深的认识。茶经旅行为当地茶米事业带来生意，也对在地观光做出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2度到15度。中部地区12度到19度，南部地区12度到23度，东部地区14度到21度，外岛地区7度到16度。阁有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君。祝观众朋友好年达到好时机，平安顺时赚大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